我人在第一车啦。是是，当时发生什么状况？就是紧急刹车，然后就是剧烈的。突然就翻车了，应该是脱轨，有被动。不了解肇事的原因，应该是铁轨旁边的一种公司车停车不当的交通事故。我们初步了解是这样，当然整个的我们站在。